皮秒是一种时间单位，为10到12秒，可以在不到一秒时间粉碎色斑、破坏黑色素、加速老旧组织代谢，更快速、更有效地渗透到皮肤的真皮层，减少黑色素附着，消除斑点，紧致毛孔，改善皱纹松弛，改善老化肌肤。不过还是需要修复期，反黑的几率也是不小，价格昂贵更是问题。